现在是同学会哈，我是卷毛八蛋，看你不要用啦，不是记录你用啊，要不？哎呦，终于了，终于了。拍吗？突然觉得是我要拍的，应该坐下拍。对啊，应该拍啊。小芳，哎，佳宇，他下座了。哎，马叔。好。录影的，小姐，来一个吧。哎，我要讲话。要讲话，好，来。今天白叔，哦，谢谢大家，白叔聚会，你好棒哦。好，谢谢，太好，谢谢。录一下，录影的，我录一下而已，录一下大家一下。哎呦，好。不要没电了，快点。林世明，你看我，我是录影的。哎，我等一下可以看照片，你以前照片。有，找到了。一起啊。好，是。太小了。先说那就好了。南希。也太大了。好，我小一点。有啦，南哥，坐下。好久不见了。到了，在干嘛？我录影。他怎么不以后不了？好，来，录影。应该是华顿。好，华顿，我录影的。我等一下找，先录一下。有吗？好，妈背上去了。我等一下找。我还录了，录完了。赵倩，今天来真的很感谢你，真的，你是最难约，你最难约的，真的，你是说什么最难约的？要自然一点，要自然一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来呀！